哟呵歌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战，Hello。牛角面包，牛角包，四季吧，就那个老鼠啊，但是好像他们跟我说是很早以前的了，但是我好像反正最近才看到那个东西，就那个竹鼠，会，当然会，毛衣保暖，好像都没有哎，好像都是，天哪，最近棒球帽，这好难啊，要不然大衣 T 恤就不用每天花时间穿衣服脱衣服了。我觉得如果是男生的话，就可以送他博朗的剃须刀啊，因为我觉得剃须刀现在是至少我身边的这个年纪的男生都会用到的一样生活的必备品。我喜欢两者结合，因为我觉得舒适首先得适合人们现在的生活，接下来它也必须是要具备科技感的，优化于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是两者结合吧。新的感受就是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也有一点点紧张，因为太久没有在大众面前去唱歌了，然后这样一个跟前辈合作然后竞技类的舞台，所以还是想把它做好，就入门吧，就幼稚园小朋友，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好好的钻研一下，其实我反而是陪唱型，就是我去 KTV 的话，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唱累了，替补型吧，哎，替补型还不错，唱累了，然后我就顶一顶。我觉得是简约高端有新意，你们可以把它送给你们身边的人。